ก็เกซิจี้หัวนอที่มันปิ้งไว้ได้เลยวนหน้ามาทำไมอยู่แข็งอยู่โอ้โหแข็งอยู่四系要四个一齐开始咧，系咯。坐低得唔得？坐低啦，千呼万唤啦，系。嚟嚟嚟嚟嚟。因为只嘢十分之大。等等啊，呢只系阿德哥啦。你两个再褪过少少，你两个。唔使，啱噶啦，啱噶啦，啱噶啦。开始嚟啦。喂，开嚟见我。嚟啦，德哥。玩具 TV 第30季第一集。咁啊，非常之多謝垃圾房，咁啊令我可以喺嗰度掘到一隻唔知乜鬼嘢，咁啊都叫做做咗一段長時間嘅 promo 噶啦，咁啊終於今日有好多兄弟幫手砌，好啦，首先就呢一個側跟嘅技術指導啦，唔係你冚噶，好嘢喎，又有兩位技術指導啦，哇真係，使唔使露下樣啊？係咁耍下手，咦，而家佢已經揸住相機。慢慢然咁樣過嚟啦，技術指導好嘢，一早嚟㗎，水哥喺未真係叫做正式玩呢件嘢之前咧，或者頭先已經有人幫我砌緊個架，我就係咁喺度攆只高達。咁其實砌個架嗰陣時，或者都誒，呢度又有啦。喂，水爺，點啊？誒，過嚟啊！有啲咩 comment 啊？唔一定要好㗎，其實我哋冇收錢㗎。你有冇份砌架㗎？好似冇份砌，講一講，係啊，你講，唔值呢個價咯。哇！你咁原因價值唔值，定係香港炒價唔值？英價已經唔值，英價都唔值。如果同意，不能説更多啊。誒，你都係即係一個，其實我問佢借嚟玩嘅係。唔係，其實呢只唔係我借嚟，呢只係。其實我覺得咧，睇下你點睇咯。我覺得我就覺得值嘅，即係站在你高達迷嚟講，即係幾多錢都覺得值嘅。就講完啦，係啊，係啦，咁嗱，多錢都覺得值，係啊，啊，呢啲有愛啊，嗱，咁我感覺啦，因為我係遲嚟嘅話，佢哋已經冚曬，我就覺得，咦，咁膠嘅，成個架又係膠，呢啲嘢係膠，我呢個膠硬噶啦，佢呢個嗱呢一隻高達咧，我哋覺得嗰隻超合金係好驚喜嘅，全上色油裝好實正，呢隻同嗰隻1:100超合金咧係極大嘅距離嘅，呢個。幾 surprise， 因為我睇宣傳圖嗰時，哇哇，完全係超合金嘅全上色嘅質感啦。然之後而家睇咧，應該好多係原膠色嘅。呢個轉頭講，白色好似係，灰色好似有上色。講句馬後炮咧，點解我一直都冇留意，即係冇去留意呢一件玩具咧？因為大比例嘅 Bandai 嘅高達成品咧，你預咗佢係咁嘅處理，即係可以呢個可以 foresee 係預見到。除咗只幻之1:35卡。算啦，只係存在喺你覺得佢欠得，你記得實驗版，好多人記得嘅 ，Bandai 欠所有高達迷嘅35架，你48嘅 VF1J 咧，大把嘢數喎，我都認欠我哋喎，我就覺得比想象中膠嘅，真係成件事，但係咧，如果有去過橫濱高達咧，即係冇更好嘅選擇，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嗯。呢個就基本上都已經幾中肯嘅説法到我啦，拆佢出嚟先。反嗱，其實多一句，而家我相信已經 close up 咗段長時間咧。一陣我會擺翻上去，因為佢真係玩嘅嘢咧係 depends on 翻你擺翻上去之後，佢有兩個模，一個就固定著燈，另外一個就係連動。我一陣先至玩。咁而家成件嘢掹出嚟，你可唔可以褪咗一個台出嚟？係可以。成個掹出嚟嘅，係啦，揸住個係啦，揸住哦咁樣 ，OK， 跟住就行強掹 pat pat 啊嘛，係嘛？定係點啊？都得，可以拎出嚟。如果想，其實佢掹住嘅，好嘢好嘢，企到企到，好麻煩或者點啊？過少少係嘛？多謝馬 Chris 哥啊！哇，呢邊啦，呢邊啦，呢邊啦，呢邊大手筆贊助我哋 ，Thank you Chris， 多謝 Chris， 多謝 Chris。阿德哥會唔會考慮買啲火車人仔同比例嗰啲咧，擺成啲遊客？其實擺埋都 OK 啦。或者我諗直接買遊客啊，俾大家望一望翻本身比例本體先啦。嗱，一呢其實一四四嘅，一四四嘅，我對過曬 Wobble 雲嚟嘅，但係我對我有 High Grade 咪一模一樣高嘅。好啦，咁啊，1:144同1:48嗰個分別係。喺睇型上幾震撼嘅，有幾多咧就喺呢度睇得曬啦。起碼佢今次呢隻色就冇好似之前日間超合金嗰只嗰個淺藍色就比較肉酸。係其一啦，你問我，我真係講翻呢一件嘢個外形先。我轉一個圈俾大家睇啦，點都要。嗱，其實佢都算真係幾還原翻呢一個橫濱高達嘅外形嘅。個小腿嗰個位好似闊咗少少。
但係我成日講呢啲環原嚟應該一定，因為cat嚟噶嘛。即係應該係唔執噶嘛？佢有成個 3D file。係啊 ，cat 嚟噶嘛係。但視乎啊，睇下佢會唔會俾咗內構嘅需要影響咗個外觀。係。會唔會係？但係佢內構都係本身可以喐個骨架嗰樣嘢。係啊。哦，係啊，係啊，個內構骨架係還原翻。即係佢已經就曬㗎啦，成個產品，所以好好做。所以應該係完美嘅 cat 嚟嘅一個，係啊。係啦。好啦，咁啊，其實如果就住個外觀嚟講咧，大家都唔需要擔心嘅。它確實是還原到橫濱高達的一些細節位和本身整個基本的外形的。其實在坊間上面都有一些1比48模型和它的比較，主要最大的分別可能只是在手架位上和膝頭哥。本身真的講過美型的外表的話，其實模型是做得好一點的。咦，竟然？是，我純粹講過美型，因為本身它沒有那麼闊的。佢唔係 100% 還原翻個橫濱高達嘅外形嘅，咁但係你淨係講外形咧，我唯一覺得幾大問題嘅係膝頭哥啫，成個窿啊，哦，冇啦，喺呢度。莫非真嗰只都係咁，而我哋睇唔到呢個 angle？ 唔敢講，可能唔敢講，係嘛？因為其實我記得當其時《水星之魔女》show 嗰陣時咧，佢係有一個跪低嘅動作嘅，嗯。咁好似就冇咁穿崩嘅，好似啫，我唔敢亂講啦。好啦，咁啊真係講翻佢其他一啲叫做外形先啦。咁白色本身就冇上色嘅，不過你問我咧，我就覺得問題就唔大嘅，因為本身佢呢只白色都靚，算個磨砂算係咁，同埋本身佢有做少少類似，我唔知係一啲瓦面咁樣咧，所以變咗個質感其實我又唔會覺得有啲咩大問題，我就接受之餘，其實我有幾高評價添。咁當然啦，其實你真係話有興趣，你可以以一啲細節位做翻一啲滲線都 OK 嘅，或者麻煩 close up 翻個上半身。上半身基本上就真係全上色啦。咁你見到佢用翻嗰只暗嘅金屬藍啦，同埋一個RX782 嘅 signature 嘅藍色啦，咁做咗一個分野。咁當然其他位咧，佢就唔會用一般大家平時見到嗰種瓦色去處理，因為始終都係即係一比一啦，同埋會做翻即係令到人哋望落去外觀唔會話咁瓦咧，咁所以變咗佢都唔會即係選擇翻即係軍帽嗰種咁嘅瓦色嘅處理嘅。咁當然一啲細節位其實都會做翻曬俾你噶啦。咁同即係頭先都真係另外要多謝翻阿 Lawrence， 佢拎咗兩本天書過嚟。如果大家有去橫濱，即係探親嘅話咧，咁翻鄉下探佢之餘，亦都會見到喺現場有呢兩，其實一本嚟嘅，冇記錯係啦，一本兩件嘅天書嘅。咦？我上次二月去未有啊，應該書我冇理由會冇買啊。咁樣對過一啲細節位咧，其實就真係唔需要擔心。講個外形同造型咧，咁都真係啊，你方便揭啲，唔該曬。係啦，咁啊，盡可能唔好遮到個 screen 俾大家睇一睇啲內容。呢個得唔得 ？fit 到爆啊！嗱，當然啦，其實就住個架咧，要影一影呢邊先。你會見到佢一啲細節位就喺曬度嘅。咁你真係好似水哥嗰啲咁嘅模型師嘅話咧，我真係唔覺得難搞嘅。你只係需要將呢一啲膠咁咁充實、咁充實嘅噴一鋪啦，膠翻噴罐，噴翻呢一個瓦色、金屬色，或者係呢一個金屬灰，成件事應該都唔同曬。咁當然你會覺得10万 yen 嘅嘢，你仲要我噴，你係咪傻㗎？你啱嘅，我就唔會做啲咁傻嘅事。好啦，咁我哋又翻嚟睇下只高達啦。另外都唔爭在，既然阿 Lawrence 叔揭開咧，其實本身呢一件嘢佢嘅內骨架咧，就同翻本身佢個 original 嘅設計係一模一樣嘅。咁另外一個 gimmick 就係將佢本身嘅我叫做裝甲就掛翻喺側跟呢一個架度。我冇勇氣同大家做呢樣嘢，因為真係好嘥時間。哦，頭先你係逐件著曬衫㗎？唔係，其實呢一件。你點樣啊？頭先原本係一個黑架，你哋慢慢著曬衫㗎。啊，有成件都有架嘅，係啦。邊個樣嚟㗎？一出口牌。哦，呢個樣嚟㗎。一出口牌咁樣嘅。哦 ，OK， 即係可以拆嘅。即係拆咗咧，就變咗。係。
咁另外都骨架就同原裝個骨架一模一樣，還原翻嘅。甩咗一拉嘅，甩咗。我真係可以除曬套衫喎，好嘢喎，有gimmick嘅呢個，係啊，呢個就有辣有味，都有機會嘅。哇！咁所以摸上手成係鬆泡泡啦，啲話呢個要講。係啊，咁啊，我哋翻翻嚟嗱，呢本就說明書啦，說明書其實都有兩本嘅，可唔可以拎埋另外一本過嚟？唔該。呢本？哦，唔係喎，唔係呢本咁精美嘅說明書，大佬唔好整巢添啊！呢個先，邊度邊度邊度？咁啊呢一咁啊。真就住 ，OK。係咁樣，都係嘢。盤嚟嘅應該。佢冇一個滲線，真係爭好遠喎。但係佢都喺度，喺度，喺度。佢要滲都唔難嘅。十萬英鎊，十幾隻，而家難啊，因為佢上咗消光啊，你一滲化開啊，呢隻嘢未必滲得到先。用畫線筆，用我哋 copy 無敵 copy 0.02。係啦。咁啊，見到本身呢一本就教裝組同埋一啲玩法啦，咁變咗其實我唔係想同大家睇呢樣嘢嘅，我哋想睇呢一本。咁當然啦，其實頭先 Lawrence 兩本天書有嘅嘢，咁啊都最詳盡噶啦。咁但係呢一度亦都有簡單咁樣介紹翻本身就住製作呢一個一比四十八橫濱高達，同埋製作一比一橫濱高達嗰陣時嗰個分野，同埋就住啲製作人員嗰種。即係開發的精神就會在曬呢一度睇得翻曬嘅。哇，其實都好有好有 story 啊！即係你睇翻個膝頭哥應該係一樣，應該係咁上下。好啦，我哋繼續睇翻呢只嘢啦。咁當然啦，可動佢真係可以玩可動嘅。咁啊，雖然佢係跟足呢一個台場高達啊，台場橫濱高達，咁但係個可動性其實都係唔錯嘅。咁見到頸嗰個位置其實又係有，佢唔係用拉出式噶啦。咁本身你會見到佢頸又預翻啲空位，根本就係做定一啲虛位去令到佢可以上下左右喐。而喺後邊，你會見到佢個抽電線。係喎，真係有抽電線。係，所以玩嗰時小心啲啦。咁啊，真電線喎，真電線，唔係扮真電線。係啦，咁啊，肩甲位呢一度或者叫膊頭位咧，佢就預咗有兩塊甲可以喐，令到佢呢一個上臂喐嗰陣時聽到咔咔聲嘅啦，都有啲棘輪式關節。不過其實成隻嘢係幾鬆嘅。而另外一樣嘢，頭先我咪講話可以拆甲嘅，咁所以變咗其實佢有好多件咧，都係可以好輕易咁樣拆落嚟。輕易到感覺上，你頭先唔使用力。係啊，我咪輕易嗰度，即係輕易咗一個點啊！基本上都係。咦？呢啲又唔輕易喎。係啦，即係大髀又永遠夾唔實喎，定係設定係呢條罅嘅咧？大髀係有罅，大髀係有罅嘅。個小腿就應該要夾實。係啦，大髀係有條罅嘅。係。連動裝甲大髀。做翻嗰個骨架啦。哦，骨架合金定係合金？合金嚟㗎。合金嚟嘅。哦。合金嚟。腳都係合金嚟嘅，咁啊點解我順便拆咧？就因為既然都係咁，咪俾大家睇下啲內扣咯。咩叫內扣咧？就係、是、哦，我著燈喺呢度啫。哦，電喺呢度，逐個開嘅咯。有排你玩咧，覺得幾光。係啊，個燈係紅色嘅，不過喺電話度睇就變咗白色啦。啊咁㗎？即係佢太光。顏色唔出嘅喺 iPhone 咯，即係你會見到係紅地咯。但係其實係實物咧，係一個紅色嘅燈嚟嘅。另外有樣嘢唔使擔心咧，就係佢其實都係一件大嘅玩具嚟嘅，咁所以變咗玩嗰陣時咧，我又覺得唔會話需要特別去鏡住嚟玩，拆就拆噶啦，紅綠燈，咁我都可以睇翻本身佢入邊嗰啲金屬骨架啦，佢亦都個金屬骨架係同台牆係一樣嘅，橫濱啊，橫濱有台牆。但我覺得好好奇，點解小腿入邊個骨架要做成怎樣？斜一下，斜一下。係，我估就嚇佢係，佢方係直嘅喎。佢係想做翻踎嗰個動作，變咗有啲骨架可以調節到望落去個感覺會好啲。真係唔肯定。
裝翻先。哦，個肩甲個燈掣喺邊度？就喺你望望柄嗰粒底。哦，幾好，收得幾埋。啊，其實如果佢可以即係一個掣開曬就更加 fit 啦。冇錯，好多電線，係咯，佢玩得好辛苦。我諗嘅啦。就好似條頸咁樣，你會好受限，唔可以三百六十度玩。咦，背脊都可以著燈，同埋壞嘅機率會大好多。但其實以前有人出過係啲用磁石嚟過電。哦，係。嗱，呢度講一講，本身佢有兩個毛嘅，你 off 咧其實就喺中間，一同埋二，一咧就係連動裝置，二咧就係固定著燈，所以我而家玩住固定著燈先。係啦，我攤咗佢二啦。好。眼都著啦，好似斬咗一斬，誒，但係就熄咗咯喎。係啊，有原因嘅。好啦，咁啊，未玩可動嘅玩咗著燈先。咁啊，見到喺背囊位頂呢度，其實有一粒掣嘅透明掣，撳一下，你咩睇？冇。其實可能有，我唔知啫。誒，著咗啦。阿姆羅，行きます。Close up, please。哇，佢講到咁樣，有個駕駛員喺入邊。你可能要舉高少少啊，唔好意思。係啦，睇到啦。呢一個其實係非常之正嘅，我覺得。有阿寶喺入邊。冇錯。我嗰陣時去睇實物咧，開頭都唔知有人嘅。係，你喺正面就睇到啦。跟住再望，即係原來有個人喺入邊喎。開頭仲諗係真人定假人咧，後嚟見佢玩咁多，仲係一個假嘅。嗰個人係有上色嘅喎。係啊。哇！好啦，咁啊，十萬英唔上色，十萬英佢十倍啊，十萬英唔識喐嘅，太過分啦！之前阿星講話呢只應該會自動行啊，冇錯，唔係低温係以為佢玩埋呢樣嘅，主要就係你諗下頭同埋心口著燈 ，Move three， 哇，滑斬啊 ，Move three 俾你而家就係嗰個。可以褪頭翻少少。佢遲咗出貨，聖誕節可以。係喎，聖誕節。正啊，聖誕節。OK。Final move。不過而家橫奔都日日斷啦，係嘛？應該。嚇！日斷啦。係啊，直情冇曬。佢唔係每日點，每日一百，每日一百，唔係咁樣賣曬。基本上就係呢四個毛嘅啫，喺呢個固定模式嚟講。係。咁啊，就住固定模式，或者都真係繼續玩翻嗰啲可動啦。其實腰主要都係靠翻左右喺呢一個腹部同埋盤位呢一度做左右轉嘅啫，就冇其他左右轉噶啦。至於條腰，放心係硬骨嘅，亦都唔會有啲咩前後啊。雖然你會見到呢度已經分咗兩件件，但係其實就冇任何特別可動作用嘅。即係左右令到嘅。係，唔係左右得，前後唔得。哦。邊個？哦，可以喎、啊。Torso 係得喎。咦？係喎、啊。上胸可以左右搖啊。係啦。係啊，得啊！咦，呢個特別喎，可能模型哦，原來 Wobble 雲都得 ，OK。佢呢個係用搖動嚟扮做可動啊。係啊，搖動係得嘅，搖搖，佢搖細搖搖。哦，佢嗰個係。咦，我都唔知原來呢下搖得嘅喎，而家先知喎。呢度可以有啲輕微嘅揭起。好啦。繼續玩下隻手啦，咁你會見到佢個骨架係金屬啦，咁所以變咗其實就住 F 零零呢個設計咧，佢原則上嘅可動性都唔使擔心嘅，包括手指。誒唔、哎、好意思啊，誒、哎，喂，呢、這個動作都做到又真係 OK 喎。就住手指的可動是不錯的，或者俾大家望翻手掌嗰個設計，大致上就知道佢邊一節可以喐啦，同埋可以喐成點啦。好，喐完隻手，到翻隻腳啦。
前裙甲你會見到其實就唔複雜嘅，純粹都係有一個環軸，跟住一個波頭嚟喐嘅啫，係一啲最基本嘅可動。咁但係後邊其實都做翻曬啲補完。側甲你會見到分咗兩層，外邊嘅呢一塊甲可以喐，其實入邊呢一塊細甲都可以向上褪。咁變咗佢打橫嗰陣時咧，隻手遮住。Sorry， 其實我係想大家可以望到佢嗰個 skeleton， 佢個骨架嗰個金屬嘅設計，哇！真係濕嘅，油油地咁樣。冇錯。都係落咗啲潤滑油啊！嗰類咯，係啦，應該係都唔多，係咁多啫。因為我其實嘗試將呢一個再喐高啲咧，好似我又唔夠膽同即係一萬即係十萬 yen 去比拼，哦，所以我就唔好啦。佢可能係咪模擬翻即係橫濱嗰只都冇咁樣做嗰動作咁？都係嘅，咁當然啦，向後踢就冇問題啦。因為本身佢成件嘢都係啲金屬骨架啦，所以，動嘅哦，啊格格格都冇，動嘅哦，真係喎，動嘅哦，不過你會見到其實喺呢一個大腿位咧，佢喐嗰陣時個後夾亦都會跟住喐嘅，油壓亦都有做到呢一個可動。嗯，佢呢個就還原翻，即係嗰只一比一係咁。冇錯，佢大髀頂係有兩個可動喎，呢度中間一個軸，呢度一個軸。係啊，你望翻，其實喺呢一個大腿位，你會見到另外一個軸係可以向前喐嘅。所以點解佢呢一個大髀甲會有咁大嘅罅或者咁大嘅連動咧？就係咁解。因為佢其實仲要跟埋後邊個油壓嚟喐嘅，所以變咗係幾得。我諗佢係方便佢真係玩踎低跪低嘅動作啊，即係真實一比一嗰陣時，即係估唔到呢一戰嗰個位嘅頭先。係啊，放心啊，其實真係成戰嘢散收收咁樣拆出嚟，所以冇乜所謂。咁啊，本身啲激輪關節都喺曬喺度。好啦，咁啊，又玩下膝頭哥啊。你會其實見埋佢本身嗰個骨架個喐同埋本身嗰個設計嘅。嗱，喺後邊會睇得清楚啲，或者側邊會睇得清楚啲啦。呢一度一個軸，呢一度又一個軸。令到佢嗰個對接度預翻你本身呢一個長距離，而特登做多一條直軸去成全呢一個動作，係幾得意嘅。哇！我啲180，所以呢個虛位係無奈嘅，係為咗個關節而犧牲少少外觀。腳板底係好靚嘅，不過、哦、但係佢呢個可動實物係冇嘅，因為實物淨係得上面嗰個大嘅軸，佢淨係做到個90度腳。係，佢呢個就俾多咗你啦，因為本身其實你見啲宣傳產品咧，佢係做曬啲高達相對比較難啲嘅動作嘅。咁啊，腳腕嗰啲亦都喺翻曬度啦，左右啦。對比一下只腳板底喎，頭先。哦，好準喎！佢呢本書本身自己都有做過對比。哦，佢都有嘅。哦。佢係。係啦，咁啊，真係跟足喎。佢一忽一忽咧，佢每個點咧都自己同你做一個對比。佢好有信心咁樣做呢個。係啊，多謝佢。佢好信心，係啊，我 cut 出嚟㗎。係啊，我揸住我塊。我 cut 都話我細啊！你寫俾我睇。佢究竟係咁樣隻抽隻㗎，但係而家嘅實物就唔係呢個相入邊嘅顏色。哦，喂，可唔可以幫我拆咗個盾同個槍出嚟？唔好走手，唔該。Thank you。咁所以咧，作為一件玩具，哇，幾方便，有一件。使唔使時間關係撳下啲聲啊？哇，係喎！因為如果咪唔好介紹聲啦。聲聲我唔知點玩喎，有冇人玩過？
一陣路揾咧。哇！呢隻嘢都好多人揾喎。既然而家都騎上虎背咯，係咪先？係啦，啊，上色最靚嘅暫時其中一件嘢，好大家睇下，十分唔錯喎，應該唔係水紋空痕喎，一定有上色，冇理由啤出嚟咁靚。不過槍同盾好似一比一嗰隻。好靚，最有最有賣點嘅，係啦。平時成日大家買嗰啲激光劍筷子咧，唔使啦，直接用呢個啦。不過呢個金屬色好靚。你會唔會有知道呢一嚿嘢喺邊度？我啱喺嗰度拆出嚟，散件嚟嘅，喺個底度。哦，嗰個黐翻喺度啦。擺翻好嘅，但係唔知得唔得。咦，原來阿 Ray 你貢獻出嚟啊！喂，真係多謝曬喎，呢只。唔係㗎，梗係梗係 Ray 啦，我哪有錢啫，係咪先？好正喺屋企。不過真係換換句 TV 真係造福大家，俾大家睇到實物。試讀㗎嘛，即係都令到大家，如果炒價就大家可以節儉翻少少啊。多謝德哥。去到。去到真係現場有咁當為件手信都仲可以一個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冇錯。炒價就算罷啦。幾多啊？而家香港炒價啲人話去到八千喎，二百五十我冇記錯。即係十萬 yen 五萬頭去到想開開心心就十萬 yen 去到開心心可以選擇，夾又有位。佢含税嘅咯，九萬九千 yen 係含税。係係啊係啊。我成日覺得佢呢個設定咧，個光劍會病好短。係呢一隻，係係係，佢個光劍會單手揸，真係一支電筒仔。哇！有甩，幾好。因為方便甩甲。冇錯。但係嗰支槍可以打開，係嘛？咁好。佢呢度有個蓋喎，係咯，係啊。雖然大家望下啦，雖然冇乜用。雖然真係冇乜用。咁啊，跟翻本身個設定嘅，好嘛？睇下個把持度先，都 so far so good。佢最主要靠算係咁，靠嗰個。佢成個 L 位啊嘛，食住啊嘛。L 位係食住。係啊。個聲效係一個地台度定喺個機體度？地台。地台係嘛？係啦。但係佢好勁啊！佢係用紅外線咧 remote 落部機度，跟住之後喐佢燈。哦。好啦，咁啊，可動其實除咗個 body 之外咧，我就唔即係唔算有啲咩大投訴嘅。咁啊，同呢個解體橡機嘅可動性嚟講咧，佢係優勝嘅。哇！呢個波定扁啊，究竟係嘛？解體橡機有金屬骨架有冇啊？難切啊！Good question喎，仲未擁有過啊，都未。我印象中係有嘅。你成日傷害我啊！我我印象中係有嘅。好啦，上一個貼地係咪有多少少啊？依個可以嘅。哦。估唔到喎，得有嘅有嘅，有嘅。佢地台可動性都高嘅。如果純粹講玩咧，呢只都係可以攞嚟玩嘅。玩嘅，好啦，重點究竟十萬 yen 俾啲乜嘢你哋咧？好緊張啊！使唔使熄燈啊？玩聲啊！要啊，真係要。要。等我吞細少少個燈啊，唔該。燈喺邊度熄啊？玩燈光 show 啦。幻彩揈高達，一比四十八啦呢只，系。咁就喺 setting 嚟講咧，如果想用呢一個連動，就第一件事就要將上邊嘅背囊將個毛由二轉翻去一。咁佢就會眨一眨眼，就證明 OK 噶啦。好啦，開始幻彩揈香光啦。咪大家攞啲燈照佢。我企翻視正少少先。演唱會現場，大家一齊攞個電話出嚟。咩公司病大咯？係。好問題。咪擺明老番嚟噶咯？呢只。啱
透穿啦。係咯。我竟然有少少問題。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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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佢另一樂趣。一陣 idol 波。另外加啦。好 warm 喎。啦啦啦啦啦啦啦。同水星魔女一樣。係。哇！其實佢而家呢啲應該可以做埋個出煙地台啦，嗰啲咁樣。可以㗎，其實好平㗎嘛。我就係見有啲好平嘅地台都可以做出煙㗎啦，幾百蚊。個麥。好，唔該。麥就擺。不過唔好意思，可唔可以移翻啲？翻去你身中間，而家嚟。中間，因為撞到個廁所燈。得唔得？唔使唔使，我哋擺好位。避開咗，避開咗。唔使啊，唔使啊，唔使，佢移開咗啦，已經。OK 啦 ，OK。好啦，咁啊，本身其實佢有四個音效模啦。首先我哋試下個 A 有啲咩玩先。使唔使打開埋嗰個駕駛窗？係喎。等一等佢 ，RVX 停喺得住。哦 ，Exactly 嗰段 ，Exactly 玩翻嗰幾段。係啊，佢係入翻。見客をされる方は係咁樣。安全な場所へ移動してください。趁呢段時間都噏一噏啦，本身佢嗰四個模咧就係呢一個起動實驗啦，即係而家呢一個模啦，咁咧就唔會咁低重先啲嘅，咁我諗點都俾佢噏曬先至再同大家分享翻。見學をされる方は係係員の指示に従い、安全な場所へ移動してください。20万円整隻20万円啦，如果俾你，整咗佢，啊到10秒。要好變形嗰只，咪自己自己接埋嗰只啊嘛，同埋可以 program 嗰只啊嘛。Mission Control より発令。係啦，前面呢個射彈。RX78F00 ガンダムの起動実験を開始する。総員、配置についてください。呢個仲係 Mode One 啫喎。総員、配置についてください。コックピットハッチ、閉じます。コックピットハッチ、確認。コックピットドア、ロックセキュア。自動稼働でき、再開。黑啲有啲黐啊。モード閉鎖完了。試下唔打睇咩樣先。因為你會開大 ISO 係啊，唔好照唔好照試下，睇下個感覺先。Power system stable。出力異常啦。現在不是玩到三月了，玩到幾時啊？三月曬啦。ガンダム、起動準備完了。ミッションコントロールからガンダムへ。ガンダム、聞こえますか？こちらガンダム。よく聞こえている。自動姿勢制御装置を起動させてください。了解。自動姿勢制御装置を起動する。ガンダム起動。
念のためもう一度全システムをチェックして。何が起きたんだ。緊急プロトコルが作動しました。ミッションコントロール、こちらでガンダムを制御できない。オリジナルの AI が動いている。自動制御装置が失われ、觀眾啊，觀眾而家睇下個反應，你哋點樣啊 ？OK 喎，唔講得悶啊，大家係咪啊？打個聊天啦，十幾分鐘啊，咁佢會再。メインシステムが回復しました。出力が戻ってきます。十。Gundam getting power back。有隻 HO Scale 嘅火車嘢，好似係 HO 嚟嘅。三点几晚的，このガンダムの記録は残されていないんだ。それにオリジナルの AI もまだ復元できていない。そこにまだ何か秘密があるのかもしれないな。ガンダムの起動実験をまた再開しましょう。速やかに所定の位置に戻れ。了解。大家好似期望冇嘅。機体ナンバー RX78F00 ガンダム起動。好配合啊！冇嘢啦，系啊，应该好啦。我谂我哋唔可以玩晒咁多 part。但我谂点都要玩第二 part。有祝福猫博飞。个仔要。skip 咗 leg day 啊？唔系啊，就系 Beyond。跳去第三啦！第三系变色，纯粹玩变色。咦？有声干大咗啊！有声话声音太大档太沉。哦 ，sorry， 竟然拆啊！咦？有声干大咗。啱啊！好似冇，系啊，好似冇反应嚟得嘢。Super chat 嚟嗰个。冇喎，都係咁樣。哦，呢、這個係就咁睇個變色啫，係啊。每撳一下一隻色係嘛？係啊，睇下試 D 啦，唔爭在試埋。哦，駕駛艙長，駕駛艙長，都係咁啊，係咗，另一個。大時大嘅小翻燈。係啦，收啦。
人可待啊？就係、是、個連動啦。嗰啲閃到好正。好，開燈。好。好，最後十分鐘祝福毛。食大家食，又呢個做嘅 idol。我想講會俾 YouTube 嘅。完。好，就燈。好啊，咁啊，唔好意思，其實我哋未完嘅。咁啱啱玩完呢個橫濱高達嘅，我哋轉頭會再翻嚟繼續玩第二件大嘢。轉頭見。